教授他们自己要谈，他要出去站在门口门外等那个教授的消息。
那个时候啊，我看都是很担忧的啊，但是在想，不晓得教授们在里面谈什么啊，会不会不让我拿的拿博士？其实呢，博士都是差不多都拿到了，但是呢，总是会担忧拿不到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人就是这样子。其实应该蛮有把握的事情呢，你还在那里担忧，这是你的生命，这是人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但是呢，感谢主啊！好，我再讲一句，这个是还没有得着的，你怕得不着。另外一种忧虑原因呢，是已经得着了，你怕失去。啊，你已经有了职业了，你的工作很好啊，10万年薪啊，但是呢，你怕失业，你怕被炒鱿鱼。那，你那个你有很好的健康，你就怕有一天失去健康。我们的姊妹不是刚做见证吗？她这个这边长一个瘤啊什么的。那医生说可能是这个，可能是这个。那么还在化验期间呢，这个就很容易叫人忧虑，很容易叫人忧虑。但信主的人不太一样，跟他喜喜乐乐啊。但是我们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呢，就很容易忧虑啊。就是人就是这个生命就这样的生命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父亲只要晚一点回家。我就在想了，我就想我爸爸恐怕是出了车祸了，恐怕是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什么碰了强盗了，怎么样？那时候还小啊，才十几岁啊，十一二岁，这么小的人他也会忧虑，但是忧虑呢，就是、啊、为了将来忧虑。你明明啊吃得饱喝得足，但是你呢还是为你的将来忧虑。你为你的儿子的前途忧虑，如果你有儿子在念高中了，或者念初中了，你就一定要他去念那个补习班。你为什么要他去念补习班呢？就要怕他怎么样 ？SAT 考得不好。为什么怕 SAT 考不好呢？怕 SAT 考不好就进不了 UCLA 呀、啊。那有的人你们野心更大一点，你要儿子进哈佛啊，那他不只要 SAT 要好了，还要学钢琴，还要学跳舞，还要学这个啊，我不晓得你还学什么，反正你的那个忧虑很多啊。那你有了这些忧虑以后啊，你这个人生还是很辛苦。所以刚刚那个弟兄在做见证的，他没有信主以前呢、啊，我才觉得他好像没有一个时刻是喜乐的，一直在那里忧虑，对不对？你在读博士了，你就怕这个博士考不过，博士考过了，就怕这个实验做不出来，实验做出来了，你就怕这个博士论文写得不好，写博士论文写好了，你拿去给教授看了，教授也同意了，但是呢，你就怕这个最后那个 dissertation 呢，就会给踢掉了。你一直在那里怕，所以呢，这没有信主的5年半前呢、啊，我看他很辛苦，过得很辛苦，但是感谢主啊，这个是我们现在人的情形啊。你若是穷人，你若是没有钱的人，你会呀、啊，你会这个，你会怕你的健康失去啊，你会担忧你的那个下个月的房租付不出来。若是有钱的人呢，你就会担忧啊，你的钱呢、啊、放在哪个这个投资啊，在哪个公司啊会倒闭啊，或者说是这个银行啊给的那个利息不够高啊。还有没有更高的、啊、等等等，这你的头脑就在想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你的人生。你要的话就不要继续这个人生，你要出来这个人生，出这个人生要怎么样做呢？要脱离，要进入。怎么进入呢？就是我们下面这个第三个字啊，就是要信啊。所以呢，
我们现在把这个刚第一大点的四个重点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一起读啊，一起读。忧伤生灵，其鲁不甘。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。他叫他受压制的，他最后折断的得自由。要常常喜乐，无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谁叫我们过喜乐祷告谢恩的生活？这样的生活对神是荣耀，对神的仇敌是羞辱。我想问一下，现在有没有人愿意离开这个忧虑的生活，进入喜乐平安的生活？愿意举手好不好？阿门。啊，不，没有信。你是福音朋友，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啊？愿意的请举手。好，能不能站起来？有一位是吧？哦，还有两位。好，那这个你要啊，现在去受浸去行不行？他们。弟兄们会带你先祷告，先接受主，然后就受浸。好，感谢主，就脱离了忧愁，进入了平安喜乐。啊，弟兄朋友、弟兄姊妹，你听了这么多的见证，如果你有大宝还没有信主，你盼盼望你的丈夫信主啊。如果你是做丈夫的，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，你盼不盼望有一个基督徒妻子啊？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是做父母的，你看看这些见证，你听听这些见证，你盼不盼望你的儿子也能信主啊？在座的各位做儿女的，如果已经信了主，你盼不盼望你的父母亲、你的家人都能信主啊？哦，真的，如果听见这样的见证、这样美好的话语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渴慕，那真的是很愚昧啊。所以啊，今天晚上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盼望就是来到这个聚会中的每一个都是蒙福的人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记下三个字，第一个字叫做忧，第二个字呢叫做福，第三个字呢就叫做信。忧是什么呢？就是忧虑的忧，忧愁的忧。在座的哪一个没有忧虑过呢？哪一个没有忧愁过呢？其实呢，忧虑忧愁就是我们人生旧造里的人生，得救前的人生的总和。那么从忧虑忧愁转到一个福的生活，这里的福乃是祝福的福，乃是福分的福，乃是中国人都羡慕的那个有福的人生。要进到这个有福的人生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东西，需要有一个过程，需要有一个凭借，就是下面我所要讲的这个关键重要的字叫做什么？信。我们再说一个字叫什么？信。这个信就叫做相信的信。这个信很重要，我们先读这个经节好了。第三个大点叫做信，第一个重点就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6节，我们一同读好不好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，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。我非常喜欢讲这个信，因为我的名字就叫信，我叫的名字叫白信来，就是白白的相信信主再来。因为呀，我们是生在信仰之家，所以对这个信呢就特别的钟爱。那我就去查这个圣经啊，你知道圣经里讲到基督徒啊这个词啊，大概只有2-3次，2次是确定的，第3次还不太确定。但是讲到信徒，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，
信徒叫做 believer， 在讲到这个 believer， 就是相信的人。讲到信徒啊，已经超过100次，所以到底多少次我没说完。所以讲到新约圣经里，神最爱的是 believer， 神最宝贝的是 believer， 就是相信的人。我今天朋友们，我们盼望借着下午的座谈，借着晚上的见证诗歌和弟兄所说主的话语，我们都能成为相信的人。我相信每一位来到这个聚会中的里头也是有一个需要，就觉得需要一个信仰，想要信一点什么，但是有一点的担心，这个相信错了怎么办。这个相信呢、讲到这个信，我在下面几分钟之内我要把这个信呢、相关的一些点给朋友们交代清楚。第一个，信的对象很重要，信的内容很重要。你的担忧是正确的，你应该有这样的担忧。如果信错了，如果是一个不对的东西，那就错掉。第一个，你如果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虚假的东西，虚幻的理想，那个叫做迷信，那叫做迷信。第二，你如果相信所谓的神，但是啊，你也不要都相信。有的人是打着神的旗号，说他是神，说他信的是神，但是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呢？这个神啊，抱着炸弹去自杀的，抱着机关枪去杀人的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今天下午照着主的话告诉你，那个信的不是神，那个信的是魔鬼，是撒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杀人的是魔鬼，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。神爱世人，神就是爱，你信真神乃是为爱的神，乃是为爱世人的神，乃是为本质上是爱，他的心是爱，他为人舍命的神。这个大家需要搞清楚，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人家乱称的神。第三，我们晓得有的人知道信自己信不来，信自己不够，叫信一个比自己有能力的，信一个伟人，信一个死去的伟人，信一个偶像。朋友们，你那样的信是危险的。我们信的对象不光要看他的能力，要看他的生命，要看他的本质。有些人是比你的能力大，有些灵界的东西也比人的能力大，但是他的本质，他的素质是邪恶的，是败坏的，是害人的，是霸占人的，是捆绑人的。朋友们，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我们劝告你要小心，不要信错，不要信那些个东西。是需要信一个比你的能力更大的，但是不是光比你能力大就可以相信的。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这帮基督徒本着圣经所要介绍大家相信的是至高无上的，是创天造地的，是造我们人类的那一位，而且这一位也是爱我们的那一位，他亲自成为一个人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。我们所信的叫做全能的神，叫做永在的父，叫做和平的君，叫做爱世人的主耶稣。那么这位主耶稣他来到地上，我们都晓得，在座的通过今天的座谈，通过这样的见证，你就晓得在2000年前这位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是神成为人，他是神而人者，他有神人二性，他有神性，他有人性，他有神圣属性的神的属性，也有人性的美德。他在他的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着丰富的神的属性。我们通过读圣经，刚才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都讲到他们在读圣经所得着的帮助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这位主耶稣是何等在人性中活出神的那一位。那么这一位他上了十字架，33年半之后他上十字架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流血，
为我们舍命。他说他本来是无罪的，他不该受死，但是他的死是为了救赎我们，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。因为就像今天下午弟兄们座谈里所讲到的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是神造的容器，但是我们堕落了，我们弄脏了，我们受了魔鬼的欺骗，把撒旦邪恶的性情、犯罪的生命接受到我们的里面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救赎，我们需要基督的死除掉我们的罪，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来洁净我们这一个人，赎回我们这一个人。然后这位主耶稣埋葬了，在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好不好感谢主？我们一同说说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他什么呢？感谢他为我们死，感谢他为我们赎罪而死，也感谢他为我们复活。这个是我们所要介绍给你相信的对象。我们所信的对象不单是创天造地的神，也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。那么信这位，我担保你没错，我担保你得着神的生命，我担保你活出神圣的生命，活出一个爱的生活。那现在的问题来了，现在就哎呀，是信的是很好，但是呢，我也看不见，我也摸不着。那我就想给你读一处的经节，就是啊，彼得在他的前书一章八节，不在这里，我就读念给你听。彼得就说呀，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确实爱他。今天在座的这么多做见证的，他也没有一个人用肉身的眼睛、物质的眼睛看见过这位神，看见过这位主耶稣。但是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确实爱他。如今虽不得看见他，却也信入他而欢腾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朋友们，今天下午受浸了30多位，晚上又有很多人要受浸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每一个信入他的人，我们虽然肉眼没有看见过，但是我们因着信入他就欢腾，就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个就证明什么呢？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主是真的，我们的主是活的，我们的主是爱的神，我们的主是喜乐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平安的神。因着信入他，就把叫我们被爱充满；因着信入他，我们就被平安充满；因着信入他，我们就被喜乐充满。这就是信入这位主耶稣的宝贝。所以用不着用肉眼看见他，你如果肉眼看见了他，那就不叫信了。因为圣经上主的话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支持，是未见之事的确信。信是什么呢？信就是你没有看见，它是真实存在的，你用你的信心来接受它，它就把这位看不见的主就支持到你的里面了，就实化到你的里面了。好了，那讲到这里呢，有的朋友就说了，我想信，但是我现在呢只有一点点的信，或者说我是啊半信半疑。说不信吧，你们讲的那么好，我也有一点呢，真有一点相信。说全信呢，我还没有全信。那么现在有一点信，又有点半信半疑的，能不能举个手我们看一看呢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没有的话我就不跟你讲了，有的话我要帮助我让这个手举起来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谁是半信半疑的呢？啊，这里还不少半信半疑的啊。啊，很多半信半疑的，还有一点点的信。那我就给你们讲啊，有一点点信的，半信半疑的，就是已经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来之前，你听福音之前，你一点信都没有，你完全不相信。你现在有一点相信，那么这个就信心的种子就种在你的里面了。你要晓得，你这一点点的信，圣经量就足够了。圣经上的话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的信啊，像一粒芥菜种，芥菜种小到什么地步呢？小小的，你放到地上看不见，撒到土里找不着的。好了，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你让它长，你就能长到你的信心能够移山。所以啊，朋友们，刚才举手的朋友们，你晓得今天你的信，这个信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。那怎么让这个信长呢？很简单，这个信呢、啊、是由于听，听是由于基督的话。我们怎么才
呢，凭自己是信不来的，永远信不来的。你自己坐在家里是绝不会相信的。你怎么才能信呢？我告诉你怎么才能信。第一，读主的话，主的话叫你相信。第二，来参加聚会，聚会里听主的话叫你相信。第三，接触相信的人，听他们的见证。你听他们的见证，你的信心就得着加强。所以呢，这个信是有路的，信是可以相信的。今天晚上，我们盼望那些有一点点相信的，凡是半信半疑的，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跨出这一步，借着受浸，叫你的信心得着加强，叫你那一点的信，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信，得着加强。然后呢，我就告诉你最后两个点，信了之后会是什么结果呢？圣经传神的话，信叫我们得着救恩，信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信叫我们跨越那个国度的界限，叫我们从黑暗的国度，从撒旦的国度迁到神的国度。这个信啊是相当重要的。那好了，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如何相信呢？我硬着头皮相信吗？我点头同意吗？那我们现在来读啊，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读第三处的经节。凡接受他的，是他的全名，成为神的。再来一遍，我们请啊，男生、男界的朋友，还有弟兄们来读。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的全名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信呢、啊，就是接受，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全名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这里的相信，不是啊，仅仅的点头同意、赞同。那个还不是这里所说的相信，这里的相信是接受，人给你一件宝贵的东西，你呀、啊、点头同意都不够，你需要把它接受进来。今天弟兄姊妹的见证，弟兄们所说的话语，都是告诉你说，有一位爱我们的神，有一位赐平安的神，有一位救我们的主，有一位带给我们平安、带给我们喜乐、带给我们爱的这样一位永远的主啊，他要作为生命奔赐到我们的里面来。那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相信不光是赞同，不光是同意，我们乃是接受。怎么来接受呢？主的话也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那里告诉你十章第九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这个接受啊，是在于你的心，也在于你的口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把握还要没有相信，完全相信，还没有完全接受，还没有信任受浸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余下的时间，你要把你的心向主打开，你要把你的口向主张开，你要把你的灵也向主打开。今天我们这个人是三层的，今天下午的座谈会弟兄们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外面有身体，里面有魂，最深处有灵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把我们的灵要打开，就需要我们的心打开，我们的心要打开，我们的口就需要张开。当我们开口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转向他，我们的心也归向他，我们来开始向他打开我们的心，也打开我们的灵，来接受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来。弟兄姊妹，最后一个经节，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熟悉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著名的话。这里说下面一个注解，就说信入主乃是接受他，与他联合为一，是主观的接受一个生命。这里说到神，创天造地的神是一位爱世人的神，他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就是他宝贝的自己赐给他们。今天他赐下一个东西，我们就需要接受，他给一个东西，我们就需要要，他赐我们接受，他给我们要。他这样爱我们，他要赐给我们，他要给我们，我们在这里的反应乃是说，
我要，我接受。我们一同说说好不好？我要，我接受。再来一遍，我要，我接受。你要要，你要接受，你就得着了。当你得着他的时候，他说呢，这个就是信任他。当你接受他的，你就信任他有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不知灭亡。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圣经讲座，我们就特别讲到这个灭亡不是为人预备的，火湖是为魔鬼预备的，火湖是为撒旦预备的，是为跟从他的使者预备的。神爱世人，神不要一个人灭亡，神不要一个人下火湖，神要万人都得救。为什么有的人会下火湖呢？因为他不要接受，因为他跟从撒旦，因为他不愿意拒绝撒旦。今天晚上的福音就是要我们告诉大家说，我们要拒绝撒旦，让撒旦进火湖，让撒旦的天使进火湖，让人都得救，每一个人都有福，每一个人都该得救，每一个神造的人没有一个该灭亡，没有一个该下火湖，每一个都要得救。今天晚上我们看见这么多的朋友来还没有得救的，今天晚上要得救，今天晚上接受主。他这里说呀，你这样得救，你接受他的时候就是联合为一，叫我们不至灭亡，叫我们反得永远的生命，叫我们反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接受的是主耶稣，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，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还没有受浸的，今天下午还有晚上的时间还有多少还没有的，我们先不要讲你要不要受浸，我们先要请你啊，还没有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来的，今天晚上又来的，还没有信主的，还没有信任受浸的，我们真是爱你们，因为神爱你们，我们真的盼望你们得救，因为神盼望你们得救，我们就盼望你好不好。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弟兄们带我们一点祷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，刚才都有站起来吗？半信半疑的，一点相信的，请你们站起来好吧？还没有信任受浸的，凡是没有受浸的，请你站起来。我们邀请你们，我们请求你们站起来，弟兄姊妹也陪他们站起来。我们弟兄们呢，带我们祷告来接受这位主耶稣，叫你啊，真是能够得着这个救恩，好不好？站起来。羡慕不羡慕啊？这是不是一个福分啊？像我们丽丽姊妹。见证接着他的变化，他先生爱回到家里，回到他儿子身上，他先生变化了，他儿子变化了，这是不是福分啊？哇，这两位姊妹的见证真是福分了。哈利路亚，信主就有福了啊！不但你自己有福，你全家都有福啊！我们把这个拿出来读一读啊。第二个字福，第一个点是什么？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家里丰富，这三位他们家里都是丰富的，但是他们信主之前呢，他们的人生并不是丰富，所以人的生命不在家里丰富。我在上海有一个中药集团，他30几岁，哇，买航空公司，哇，跑大集团，结果后来是癌症要去世。去世之前他在他的大楼上叫君窑打滚，天天叫手下的人拿钱来啊，给他现钞，他天天就撕，他说我用生命换了你，你现在不能把生命还给我有什么用呢？人的生命不在于家人夫妇，不但于是你身体的死亡，更是在于你心灵的死亡。中文说人的哀呀不大于心死也，很多时候家里是丰富的，你的心死了，爱太太的心死了，爱儿子的心死了，爱人类的心死了，被仇恨充满，被焦虑充满了，被病态充满了，这就是死了。赞美主啊！那什么是真正的福分呢？好，我们看第二点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看见神。好，神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啊？好，是什么福分啊？诸天的国是他们，
事业上很成功，但是呢，有一次一个小女生就跟他讲，他说高他的爱好，他说你啊，人间的很多的美物你都享受到了，但是你还没有享受到最好的。他说最好的是什么？最好的是什么？他很多钱可以享受啊，紧张得不得了，你还没享受。他说你没享受到，我那个小同学，他说我享受到了，你都享受到了，我没有享受到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上的福，在地上可以享受天上的福啊，而且呢还是可以享受什么？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可以并看见神，看见神是一个大福分啊。你看见一个名人追星族，你不就看见一个明星罢了？那个福分是地上的，但今天对清心的人的福是什么？看见神，这个福分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信主的人，他不但能够看见神，神还可以住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还可以住到神的里面。赞美主，这样的福分还不但是为着今天，还为着来世，化如何寻找间隔的福分。哈利路亚！我把希腊读一下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高了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才在我出去见到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复明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。谁是贫穷的人？没有享受到天上的福，就是贫穷的人；没有看见神，就是贫穷的人。具体的讲，三个点：被掳的，就是贫穷的人。你是一个俘虏，被抓过去，关在监狱里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多少岁，关了30年，关在监狱里，是不是个贫穷的人啊？但今天好消息来了，你可以得释放了，这是不是福分啊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啊！那个刚才报告第二号的 Roger 弟兄啊，韩弟兄刚刚受戒的，能不能站起来一下？还在吧 ？Roger 弟兄，好，对，报告第一号，他今天就得释放了。为什么？前几天我和他吃饭，他说啊，有一段时间他接触到召会以后啊，就过召会生活，过得很甜美，后来他生活就忙了。工作又忙了，一忙以后啊，他也是大陆3年以前来的。一忙以后，他说，就回到了大陆，在大陆时那个感觉就很忙，心里就很空的感觉，心里就很不踏实。他说我要回到召会里来，他要受浸。你看什么？他就被忙给扭曲了，被忙给关在监狱里了。今天他就得释放了。好，还有一个，你看具体的服是什么？哦，瞎眼的。得复明，你说我看得见，那是肉眼的看得见。就像我们刚才的王子妹做见证，她的闺蜜，她结婚以前最好的女朋友，有婚姻问题的时候，你看她好像很正义，哇，和老公离婚，结果受尽以后啊，她的眼睛都开启了。她以前是瞎子领瞎子啊。为给了他闺蜜最好的建议啊，受浸以后眼睛的开启，哇，要叫基督知道帐篷在他们的里面，是他们要复合，要和好啊。由此他闺蜜说，哎呀，今天你给我讲的，我心里就很舒服。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瞎眼的，但今天好消息来了，你可以得复明，可以看见，可以有光，可以有真理的亮光。还有一个受压制的要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这个压制是什么？当然你的生病是个压制，还有你的有时候那个拖拉是一个压制啊，还有你身上的邪情私欲胜不过是一个压制啊，就像你抽烟胜不过也是个压制啊，有一个欲望满足不了，难过得不得了，是不是个压制啊？哦，主耶稣啊，很多时候宗教也是给你的压制。刚才我们那个永飞姊妹做见证，
哇，他上次来座谈会以后把眼泪都掉下来，要想受戒，但是说因为他旁边的人才是佛教徒，开不了口，就受到佛教的压制。但是赞美主依照圣经是一本终极的书，他就得真自由了，他和他的弟兄就一起受尽归了主了。你看这个是不是福音啊？这是不是神给我们的福分啊？又是他们家多好啊。刚才我们陈伟军在这里讲说老公回大陆要小心啊，但是他老公回大陆一个月带八倍受尽啊，哈利路亚。有神的人就是不一样啊，从压制得到自由的人就是不一样。赞美主啊，我们继续往前读。好，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之力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，哈利路亚。这样的福分是什么？是天上的，是属灵的，是各种各样的，其实就是神自己把它作为福分赐给我们。而且这样的福分是什么？最后一点，将基督那追求不停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追求不尽的丰富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享受过福分，你大学高考成功了，哇，这是一个福啊。但是呢，这是暂时的，大学毕业了是一个福，也是暂时的，不是毕业了也是暂时的，不是后毕业了也是暂时的。什么是一个终极的福分呢？你走完了一圈，就跟说不过如此，也是一个暂时的福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个马云公司上市了，结果成了一个最痛苦的人，也是一个暂时的福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一个终极的福分啊？就是追求不尽的福分。你要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你在家里需要爱吗？神就是爱。你里面有黑暗吗？神就是光。你又生病吗？他受了鞭伤，你就得到了医治。主耶稣啊，你要靠山吗？他说他是大磐石，信靠他的绝不知羞愧。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智慧吗？一些智慧和智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，你就得到他，就得到智慧。你还需要什么？圆圆，你需要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因为他是终极的福分。有这样的福分，哦，主耶稣啊！好，刚才受尽的还在这里的，能不能站起来？你们得到这个福分了，站起来一下。我们恭喜你们了。哈利路亚！赞美主啊！这些都已经得到福分的人了。好，请坐。好，还在这里的福音朋友，能不能站起来一下？福音朋友，就是还没有受浸的，先站起来一下。还有几位？好，还有吗？站起来一下啊！好，今天我们在这里郑重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和神的话，把这个神的追求不尽的丰富